跟你说，你这个是第三类。刚才我们说三类，第一类啊是戏剧经典，这个不用再去解释了，它必须有剧本，必须去排练，必须一次一次的磨合给你演出。脱口秀，今天我们说的脱口秀限定在我看到的这个视频中的那种脱口秀，它是有剧本的，它提前有人写好，然后呢有的、嗯、有提词器的啊，它提词、嗯、提示你是啊，这也是一种准表演。我现在说的是你说的那是第三种，那是最高级的，就是大家在家里说话没有主题突然出现的。对，我当然希望今天有一个不期而遇最牛的脱口秀演员是什么，你上台我给你主题你开说。哎，有的有的也有这种，这个就厉害。我今天啊，就是吧，我这是最厉害的，就是你没法即兴的，对，完全即兴的，你内中你心中有多少内容全在你心中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什么，比如我们今天上来你没有准备，我们说今天说一个主题是什么，是婚姻，除此以外的主题你不要说。那这个人如果能控场能说很长，那这算本事。哇，我生活里见过这样的人。对，其实马爷某种上的那不是不是，就有时候你在饭桌上一个人就是即兴的，那真叫舌灿莲花，举座皆欢。哎，他按说他没剧本，对，哗，他讲进了状态，这是最高级的。他讲到了状态，那就是全是段。你刚才说的是这类的，他跟表演类的是两类，两类。对，您觉得您不是属于哪种？我是那个技术类，技术技术，得能技术。对啊，依赖技术的。我还有一种，就是那天我看见一篇文章，我觉得这个文章给我一个警醒。说今天我们听到的那些笑话真的好笑吗？我就觉得你看啊，我最早听西方那个脱口秀啊，我就注意到它有那个笑声机，那是叫笑声机还是罐头？对对对对，哗哗哗叫叫笑声。我现在有时候看，你看你们玩专业的就习惯要把一个事儿分拆来看，那么我有时候看这篇文章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如果做一个实验，把所有的效果声音都去掉，把那个，你像当年我也搞过一点什么叫肥皂剧哈，下边有那个领笑的，嗯，哎呀，我觉得那领笑的真是都是人才，在北京都是人才，明明没什么好笑的，我讲那段子一点也不好笑，那领笑的还是个女的，气特足，哈哈哈哈哈，别人都笑他，对，大家笑，好，好，就好，哎，现在电视很多节目是都是靠这个，对，就是说，那么假如我们把它条分缕析，嗯，把这些效果声都去掉。嗯，还原到您最朴实的，您本身讲的那个段子，对，那个包袱，它是不是真的好笑的？不是那么真好笑。咱就说把那个笑声发声的那个，还有领涨的，都给去掉，就是有一定的人在那笑，其实他也不是很好笑的，他这个笑，他有一个。周边他是也受周边人的环境的影响，所以呢稍微暖一点儿都会笑，大家都会有一个会被感染，对，但是这个场会趋同，这人好像会受暗示，受暗示笑能传染，他好像是命令我笑一样。对，而且你觉得笑的人多你不笑是一个很丢人的事儿，所以你要跟着笑，你特高级吗？对，你得跟着笑高冷。哎，我第一次去看那个脱口秀的场，我就在想说，哎呀，不难呢、啊。这些人买票进来就等着被逗乐的，说点啥就人家是准备要乐的。我说是不是容易呢？后来有一个脱口秀演员给我讲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彻底的领悟这句话哈。他说这个好笑的东西啊，不是一个演员说了一句好笑的话，而是一个好笑的演员说了一句话。这说的对吗？就是名牌效应嘛。嗯，你比如说同样的话，我们俩上去，他说就肯定比我可笑，因为他本身的品牌价值就是一个喜剧明星嘛，大家就有这个准备嘛。对，这就是好笑的演员。嗯，对对对，他逻辑上就变了。嗯，因为我们都是搞电视出身的，就很习惯弄这个现场观众这一套。对，我想知道您喜欢吗？不喜欢。能帮助您吗？不会帮助。我作为我个人来说，我会有反的作用。会觉得很紧张，很紧张。我们给您叫好啊，很紧张，对，不该叫好的地方叫好，真的很紧张，会让人很恐怖，恐怖。嗯，对，就是你还是要自然的，发自内心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可能是来砸场子的，
我怕是这个，对，这挺逗的。所以您看，这陈老师现在啊，他有点建立了一个体系的意思，就喜剧有方法。你看，我看他这个阳台，本来是您演的，对，后来是我看的那一版是您儿子，对，哎，陈大宇演的，我就意识到，我就说他这个方法看来有点神的，就是你这个方法使对了，他不是这个演员，他那种错位啊，他夸他就乐，对，剧场，对，他就乐。所以说我就觉得他的这种忧患呢，就体现在他培养人。咱们这个纪录片呢，又有这么一段，我们可以看看看看他怎么培养。哦，咱就说啊，你无论怎么练，根儿上就这点事儿。他这个条件呢不错，解剖学生说啊，您把这一半要拉开切切，拿电锯这么一分，你就能感受，你就能感受到了。哎，这个人他这个腔体都特别好，啊，就看他自己了啊，剩下就是看他自己的事儿了。好嘞，老师。哎，你听听，但是你现在属于喉音的部分重，喉音的部分重，就是上面这个还没打开呢。你要打开以后不得了，来来来，谁过来看看，来来来，过来看看，来参观一下。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？舌头一抬起来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就好像我们吹那个喇叭，小号拿了一半的东西堵住了。你要注意那个啊的口型，舌头别往这一堆啊，把它平的在牙的后面，微笑，哎，好的。啊的啊的口型，吸气，微笑，保持住啊啊，哎，好好啊啊，好，就这意思。谢谢老师。他本身存在一开始就是被动的，他到了创造笑行为的时候，他就是有意识的创造这种被动的情形，人物关系发生，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会被一部分人解读为他是卑下的，因为他就是卖弄卑下，他一直在卖弄卑下。他也就是说，我所有创造笑声的过程都是在弄，都是在弄这个卑下，来不断的给予你，让你产生优越感，让你产生居高临下的态势。所以会经常的会被人连带着说这是一个低下的职业，这是其一。打哈欠的。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卖咖啡啊，我下课我就得卖咖啡啊。别啊，再讲那个，再讲点那个悬的乎的。听不懂的，让大家更困一点，我咖啡的生意就更好，好不好？你家老爹砸，全靠您了，哎呀，哎。